发现早一点睡了，明天要涨早些。搞了吗？搞啊。哟，早安，大家早上已经冲凉好，然后录这个 opening， 好，然后就要出去了咯，然后就要去摘那个顶配，然后你的明白，我要吃一个楼梯一点，先撑着自己。现在是3:40，是有点迟，现在也得要去摘人，出发去泰国喽。boy， 来啊 boy， 阿哥哎，阿哥，是哦，是我吗？Let's go。睡几个小时？哇，睡我也不知道。从槟城北海道泰国边境布吉加一起到，整个车程大概要1.5小时。如果开车比较慢的话呢，就要2小时。当你到泰国边境前啊，路上有很多卖保险或者是白卡之类的服务，还有一就是泰国 SIM 卡。我个人觉得是买泰国 SIM 卡啦，因为得到 roaming 网线很慢啊。有时候去一些地方也不一定能用，更推荐大家可以用 roaming man， 因为整个路程上的网络提供都是用它来维持的。鬼啊，到了我的阿帕警察抓不稳定耶，我不敢坐这台车啊！你看，你看，哎，我有戴口罩，不会痛啊，还是来顶我？啊，叫我下车啊！你看，都去找我们老板娘，我来个。Welcome to Thailand. 开心吗？今天？张总，开心啊！我等会不会回家了？喂喂喂喂喂喂！他鸟不乱喂，鸟要点直升机。哎，慢点，慢点，不打了，我这不打。那你们今天我讲不完了，对吗？不知道我们讲泰国话没有？给你做一个搭 OK， 你先去开别人车，你们一起来坐。啊，今天很 lucky 啦，你有车了，平时多到。来，大哥换了啊，换了。你还记得你上次讲的泰国话吗？这个阿来，这个阿来什么意思？这个是什么？我忘记了。你们要在礼拜来比较好。礼拜啊，反而是礼拜没有人哦。还有还有什么事情？哟 ，Apparently 啊，我们这边其实是 After Custom 啊，一下子爆吗？啊，没有，那不跟他一起当下呀，啊，就有一个很美妙啊，白色没有。耶。啊，只是中间一个吧，啊，他没有，他周围都没有东西了，他就是这样子吧。啊，所以我觉得你们有经过，值得来看看一下，他蛮漂亮的。你要拍照啊，阿宝。漂亮。耶、yeah. ，很凉，看不到你。你们要拍什么、啊？我 OK 啊，拍完了，拍完了。我们下一个目的地就是 Trang， 从海要出发也要2.5小时的车程。哎，太朋友，加快，摸男仔加快，加快，男仔啊加快，摸啊！你杀到我细佬。Kachong here，
这个就是我们这两天会住的地方。我一路以来都是很想来这个 resort 的，今天终于可以圆梦了。所以等下我让大家看看里面的构造是怎么样的。要说的故事，嗯，而且不是泰文的啊。哎，冒出来！阿丽丝，你要带我去哪里走？我们要去看它的不一样的灯哦。好，在外面。那里，那你中午看到了，不是羊啊？哎，狗哦。哎，那个什么？啊？那个牛。马啦，那个。可是我觉得晚上会很冷啊。因为最近的天气有点反常，所以你们的灯是这样的咯。没有关系，大概看里面的话。Hello， 欢迎来到我的房间，这个是 Explorer Tent， 来进来看看。嗯，很舒服，很舒服的一个房间。噔噔。的风景，哒哒，就是这里啦。Kachong 的风景哦。然后，如果你要冲凉的话，可以在这里冲凉哦。这里有一个 bathtub， 然后哦，还没有给你们看到，很有啊木的 feel 哦。然后它的 shower 是这样子的。所以如果你要你的另外一半看这里冲凉的话，就可以开着这个咯，就是 Explorer Den 的 Complimentary Reset。 哇，不用，好凉耶。嗯，你吃什么阿丽修？这好像薄饼，那里面料好像不大一样。这不知道是什么，一条一条很好吃。新房间，现在拿地浪给我们啊！哇，人哦，这边。好美，好美。Hello， 金飞，你睡哪里今天？你要什么听？我没有说这个，没是哦。这个给我想到什么？这个是我们的面汤菜。你喜欢 curry crab？哇，你们在填考卷是哪位？我在填我的 breakfast for tomorrow。这是全年 breakfast， 所以说你不能填了，是不会填呢，你就没有 breakfast 了。帮我选啊。哪选好？现在是早上五点，起来准备拍大 lap， 顺便看一下书。环境太好了，原本我是想要点一杯咖啡，它的 cafeteria 七点才开，七点，现在什么都看不到，黑黑的。我建议你们大概是要接近六点的时候，泰国时间六点来坐在这边看书，还是和朋友聊天也好。因为它的这里的环境真是很舒服，然后也准准可以看到那个日出，只是它有一座山挡着，不过还是很漂亮的它的风景。它这边也有一个台阶的，就是你可以坐那边喝咖啡，那边是不错的环境来的。如果你是一个很喜欢 camping 的人，我相信你会喜欢这样的环境的。
泰国。哦，哎呀，阿妈。Breakfast 有分两种，一种是这种 buffet 烧的，你可以自己拿，还有很多东西，这些 cereal 都有。帅。其实我在这边有做 side job， 你不知道吗？我在这边把单饼有的。要跟饭掺在一起啊、哦？嗯，好像关楼一样啊。嗯，我可以放一点啊。做多嘛爹 ？This called 烤鸭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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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以啊，可以。你喝到了？哈哈哈哈哈。You do 啊 ，You do 呢 ？Hello， 现在我们要去喂羊，然后我们先去喂他们吃这个。A few moments later. No. 哎，可以拍，可以拍。我的。Double. Double. 我嘞，把我给吸起啊！喂，没有人要吃。你叫咩？吃啥？嗯。有本。快点，看。哈哈哈哈哈！快了。哒哒哒哒哒。哦，对，好的。哦，第一只。条件没有。哦，到了。OK， 是 Ruby 吧 ？OK。Thank you. Thank you. 就是我们要自己走回来，是要叫他摘。你问他看。啊，还不讲了，我们自己走回来。Never mind, later we walk back. OK。有。阿辉，哎，点歌再来，阿辉，你说来。给我一杯忘情水。幺二七九，窗。我来到这里的第一个印象就是这里的天空都很漂亮，尤其是它的云朵，真的很像在电影里看到的场景。在城市生活久的你，来到这里，你会对它留下很好的回忆，尤其是 Kachong Hills。动物，他们就是那种很奇怪啦，但是哦，他们一起生存在一个地方。And 啊，我们要不要太大声？因为等下给他们听到哦，他们就会砍人啊、杀人啊这样子。Okay. 来，他们是几种啊？他们就是那种女生、男生，头发来看到吗？啊，他们就是有那种的态度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能不能讲人的话。我们要 try 看哦。嗯。Hello。喂，等一下先，好危险呢。是。你确定你要过去？我不知道，因为看他。你看，拿那个东西好像要打人一样。喂，来哟。喂。当地人和我们说，其实Kachong Hills隔壁的国家公园有一个很漂亮的瀑布。所以都来到这里了，我们就决定一探究竟，他们所谓漂亮的瀑布到底有多美。来吧 ，boy。杰森，看这边。喂，九八枪是哦，九八枪是哦，嗯，就靠近我住。哦，你要看我枪嘛？你要看我枪啊！我其实我忘记带来。行。现在我们上去看，可是要爬一段小山呢、啊。我们到了，这个瀑布对我来说蛮漂亮的，看到那些水我都是想跳下去哦。只是我们上来的时候已经要接近天黑了，所以就看看就好。值得啦，那边。要爬一小段路哦。啊，就看你愿不愿意爬。